妈咪喜欢田园生活，虽然我们的日子也有着浓重的田园色彩。例如妈咪通常待在室外洗菜，准备餐点都是。我们也通常在室外用餐，坐在天地一间满眼的绿色。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是火龙果，去年结两颗是白心的，大家一起分享了自己家的果实，很香甜，很美好，很多回味。在妈咪眼里，生命就是生命本身，简单而真实，如一枝花，一株草，一棵树，一份日子，好像胸无大志。妈咪真实的享受其中，我们也不是很懂，偶尔听妈咪唠叨，常常在微笑中就翻过去了。这也许是妈咪想留给我们的，我们依然在游戏、画画和做功课中过日子，最近距离的是手机，你呢？